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不少服务业都是以客为尊为宗旨，然而有一名店员遇到客人的要求却令人哭笑不得。一名麦当劳店员在 DCARD 分享一件趣事，他表示顾客平时需求很多，画鸡画狗也是稀松平常，但昨天一笔单进来我们都傻眼了，中国画清明上河图，这让他笑说，你真的当麦X劳是设计师吗？对于客人这样的要求，没想到原 PO 的学长还是帮他画了清明上河图，而他也把画和大家分享，让不少人笑翻。网友见状后也笑说，这画分明是小鸡吃米图，会不会下一次就是画最后的晚餐，很忙的时候大概看到也笑不出来。不过原快有心了，但也有人认为太夸张，到底是哪里来的缺德鬼啊，真的有点同理心体谅外送员的辛劳好吗？